屋子不大，机关倒是不少。赵云，你还不现身？赵云，你个无耻之徒，你还不把我放下来？快把我放下来！放我下来！姑娘若是来买木器。 以你几番叩问的诚意，我满可以抵价相授；但若是来投怀送抱，那就奉劝你一句：死心吧！呸！擦亮你的狗眼，看清楚了，姑奶奶我是谁？你先把我放下来！把我放下来！ 小凡，喂，7年不见，这就是你赵子龙待客之道？还有啊，你看看你。 这么多年，你就靠卖这些破烂为生啊？你要是困难，你就言语一声，我们大家伙凑些银两，让你过过体面日子。你要干什么？白马一从，如今还剩几人？ 6人，肝胆相照的千余名兄弟，如今却死剩6人。若我再晚些时找到你，可能剩的就更少了。7年前青州一战，你不辞而别，我不怪你。但如今。 天下已乱，我们6人想在这乱世中立足。你若对大家伙还心存一丝愧疚之情，便同我一起下山。兄长临终时将亮儿托付给我，嘱我将他养育成人，免受离乱之苦。我怎敢违背他的遗愿？ 你在逃？7年了，你还在逃？叔父，亮儿，下次进屋能不能敲下门啊？不是叔父，是那个贼官，他带了好多人。贼官？ 走，快点！赶紧的，赶紧的！哎，快！快点！快点！亮儿，走！亮儿，你慢点！哎，赶紧的！快点！哎呀，张俊爷呀，哎，张俊爷，哎，好久不见啊！哎，这前几日才刚蒸完粮，怎么又劳烦您兴师动众了？哎，辛苦辛苦，哎，辛苦辛苦。 苏爷来，此人勾结同党，刺杀参将。丞相有令，活捉此贼，赏黄金万两。本将听闻，此女沿水路到了常山，不知足下可有见过此人呢？啊，未曾见过。 啊，未曾见过。
小兄弟，你呢？你可有见过此画中之人？此女罪不容诛，你愿意看着大家都掉脑袋吗？啊？哈哈哈！哎呀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军爷，小孩子不懂事啊，什么都不懂的。不过军爷放心，我们若有线索，定会及时上报的啊。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，误会一场。小孩子不懂事，还在狡辩。青龙啊，就把人交出来吧，大家都看见他到你家了，如果再这样纠缠下去，可能会连累大伙儿的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昭兄都说了，误会一场。既然如此，还请昭兄好生待在城山，替在下留意贼踪，告退。叔父，我露了身手，那贼官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走，赶紧回去收拾东西。属下已查明，此二人皆为公孙瓒旧部，人称白马一从。七年前青州一战，近乎全军覆没，存者落草为寇，诸将被刺，便是这些人所为。而其中一人更是白马一丛先锋，枪法无双的赵子龙。赵楠呐，你说这人为何信佛呢？属下不知。大夏将倾，众生皆苦。佛说，只有断绝我见我执，方能登临善土，寻证了别智慧。得于斯者，毁于斯。小和尚，我问你，你怎知这苦难是错在乱世，而非错在这众生呢？或许这眼下的苦海，才是众生的归宿。备马。听闻公孙瓒麾下有一员猛将，枪法冠绝通天，举世无双。
夏侯恩特来领教。是难得一见的好对手。这才是你该有的眼神。可惜只凭满腔怒火是赢不了我的。这样的你还不配死在青冈剑下。今晚随我踏平长山。小凡这傻丫头，我早说过你会对她失望的。
是我的药童发现了你，若是在水中再待片刻，伤口必会糜烂。灵儿，小凡，我要下车。 伤伤重如此，是欲往何处啊？我要去长山。长山已于前日毁于大火，就连真定府都受池鱼之殃。你说什么？一切再撑得片刻，百里之外便是邺城，天地之大，何愁无处安身呢？ 赵兄，且看，这便是邺城。赵兄，你正是啊，将军神力。 孟坦活生生被挥作首尾两段，就算去了那幽泉重壤之地，仍需牛头马面各压一份呐！哎呀，不料这个马虎骑而不振，却暗箭伤人，射中将军左臂，大家快看，大家快看，就在此处。不过没关系，先生，这位可是云长将军？正是。 颔首听候，他抱着二位忠武，挂一封金，千里走单骑，终于和刘璋二公相聚。如此说来，义正亭侯玄德公也在邺城。是啊，玄德公爱民如子，实为可期之乔木啊！赵兄若欲图大事，良机便在此间。啊，好了。 将军听闻，拖刀回马，国在三通谷响之时，一通。事了，一通。只在一谷未息之时，便将蔡阳斩杀。义德公见此，方知刚才错怪了将军呢。于是，不必多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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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吴小六，你的腿伤好些了吗？是君记得，俺们的名字。是啊，大哥。便是，再生一条腿，也不痛。哎，这有何难？俺哥哥记得你们每一个人的名字。 子龙，阔别七年，何故相避？子龙，我们。 终于拿下青州了，可恼公孙瓒援军久久不至。去。
却原来只顾偷袭袁绍后方粮草，全然不顾我们的死活。白马义从数千同袍，竟为这不义之战枉死无常。我问你，这乱世之中究竟何为大道？这脚下之路该去向何方？ 子龙，七年前我没能留住你，今日你且容我分说三句。荆州一别，成抵金玉良言，我才下定决心聚齐兴汉。今日虽被建大功，但区区成就，半为君所赐啊！难道？ 你就不该留下与我共图大业吗？报国安民的赵云，七年前便已战死。你曾离我而去，难道今日也要如此相待吗？你只剩最后一句。唉，也罢。 此一去，不知何日再见。兄弟一场，总需留下吃个便饭吧。哎，一个啊！想不到外面民不聊生。 邺城倒是丰衣足食，哎，最后一顿了，吃完这顿，邺城的粮仓即空，我呀便要去投袁绍了。<笑>袁绍色厉胆薄，好谋无断，何以人有相同？若一人受辱，能救满城百姓，这番屈辱，我多受几番又如何呢？<笑> 况且，我以为胸中有了百姓，便有了天地。在这世道，靠着满嘴的仁义道德，是救不了天下的。 若他日你无粮可发，你看这些百姓还愿不愿意跟着？ 子龙，且看，这亮银枪如遇巧匠，定有重铸之日啊！如今曹操挟天子乱朝纲，正是清君侧匡汉统之时。子龙，在疆场迷失之道。 只能在疆场巡回呀。多言无益，我与曹贼不能共日月。你既已知为仇雄，我便相随。但大仇得报之际，我要走，便可不必再留。 也不知你为了留我，到底藏了多少绝招。唉，无计可施了。不过到那时，你若还能留下，我可以为你纳一双新鞋。<笑><笑>
赵子龙可在楼中？出来相见。哦，似是我二弟云长。 云长，深夜何故持刀来访啊？常听人言，子龙枪法冠绝天下，如此良夜，何不与关某切磋一二，交个朋友？你，你这是哪门子的交朋友的道理嘛？哎，不打不相识嘛！哥哥既然这么看重子龙，俺们何不痛痛快快的干上一架？胡闹！ 真是胡闹！我跟你说啊，没事。三将军说的有理。好，那赵云就献丑了。 公近日忧心气恼，元妙，别再等了，回去吧。丞相一日不见，我便一日不起。放肆！这许都宫城之下，岂能让你胡闹？跟我走。只需给我5000骑兵，一月之内，我必攻下荆州，帮丞相成全。混账！混账！跟我走，走。 帮丞相成全，跟我走。元妙身体抱恙。 仍有此诛贼之志，实属难得。娄先生，赵云乃是我手下败将，只需给我5000骑兵。丞相说，若与刘备疆场相害，难免死伤过甚，实属不智。哦，莫非娄先生已有良策？扬汤止沸。 莫若釜底抽薪，只要刘备一死，纵然他麾下猛将又有何惧？
看行销鼓励的都臭成什么样子了！让你见笑了，江寒。提刘备的人头来许都，方可救此女一命。这笔买卖如何？ 丫头，出去之后可别再犯傻了。江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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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丫头。 为收钱买命的贼寇，子龙，你认识此人？主公可能不认得他了。此人叫高明，是我旧部。
说来也算是与我们出生入死过。国有此事？青州一战，他舍命护我，一只喉部受伤，自此无法言语。青州公念在昔日同袍之情，从轻发落，岂有此理！ 此人罪无可恕，绝不能放虎归山。子龙，你将此人带走吧。哥哥，是杀是放，全凭你处置。 既然他是你的旧部，那么此劫就由你来解。高明，带我去见他们。 赵将军近年为刘玄德斩敌杀将，长胜不败。此次又护驾有功，真是如鱼得水啊！可你知道代价是什么？ 丫头这一身都惦记着呢。倘若她还活着，见到如今的你，该是欣慰的吧？每条道都不易走，马有失蹄，人有踏空。赵将军。 留神些吧，小凡。 上虞一席，恐怕撑不了多久了。
先生，请开始吧。只是这倚天藤毒性强劲，令侄服下之后将无痛无觉，不生不死，恐怕……叔父，我们夏侯家的男儿赢得战场上斩将杀敌，忠于疆场，而不该死在这病榻之上。元明啊，下月曹公将发兵50万去荆州。你要想建功立业，此刻便是良机。夫人，哎，快披上，这天气越来越凉了。好。我还与景生同宗之情，不取荆州，如今却被那曹贼所得，连失新野和樊城，落得个狼狈逃亡的下场。子龙啊，你说我是不是无智无勇，就是个卖草鞋的料啊？啊！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万州明日一早还要赶路呢。子龙休要措辞，从你的反应啊，我就能看出来，恐怕你也是对我失望至极了吧。哎，子龙不敢。马上就要立冬了，果然是个逃亡的好晨光啊。玄德公，我们是樊城百姓，愿誓死追随玄德公啊！来人，把这些难民都给我轰走！给我住手！住手！退下！主公，即便带上他们遇上曹兵，那他们也没有任何的退路啊！再说了，你看你身后这些将士，都是跟你出生入死的同袍兄弟，何必再白白饶上他们的一条性命啊？是啊，主公，这些士人生死各有天命，即便不为我等着想，也该为主母和少主着想。少主乃汉室之望，主公断不可因小失大呀！主公，请主公三思，请主公三思。
轻启。想我刘备无德无能，无权无势，更无显赫的门庭，今举族逃亡，如丧家之犬。但即便在如此生死存亡之际，还有数万百姓愿以性命相托，他们信任我，可见即便我一无所有，但至少还有民心二字。主公，若世人皆独善其身，仁政岂会自来？我既然能给他们生的希望，那么这份希望我就不会轻易地抛之脑后。乡亲们，都跟我走吧！感谢呀，感谢，感谢主公，感谢主公。感谢主公！多谢主公！谢主公！感谢主公！多谢主公！感谢主公！感谢主是临行前交代一件大事，拿着。军师说了，你拜在主公麾下已数年有余，也该有一把自己趁手的武器了。奇怪，怎么孔明先生重铸的亮银枪，似比往昔更强劲锋利了？军师还说，此去江夏路途艰险，此行真意不在杀人，而在护人。护人？我的能耐远不及二将军和三将军，这恐怕有负所托啊！哎呀，啰里吧嗦的，你若再推脱，我就先试试你这杆新枪。误会误会，子龙不敢，子龙不敢，息怒啊！哎，就知道你不敢，就知道你不敢。虎豹齐，准备迎敌。
主公，主公，夫人，快跟我走！夫人，快走！此前不听劝解，由于眷顾也就罢了，如今绝不能一意孤行，否则的话汉室江山将断送在你的手里啊。主公，哥哥三思啊。主公，当务之急，请速速赶往江夏与孔明先生合兵，主母与少主的安全就交给我了。子龙，我怎能让你为我涉险呢？还记得初到邺城之时，主公曾说要为我纳一双新鞋，鞋还没到手，我便是披肝沥胆也会完成使命，活着回来。多加小心。长坂坡还有活口啊！你们要做什么？给我退下！在许都关将军府上，我可见过你呀，甘夫人。啊！放心，那耳贼不要你，本将军要你。跟我走吧，来吧。哪儿跑啊？速往东行，与主公会合。可是阿斗，阿斗还没有找到啊！主母放心，子龙一定找到少主，平安带回。给我将他乱刃分尸！人一马，便闹得长坂坡天翻地覆。怪不得曹公不忍痛下杀手啊！此人忠肝义胆，即便活捉，也难屈打成招。恐怕此次丞相又要失望喽。连我自问都难挡他50回合，此子。
我虽然身为一患，这赵子龙与我有旧账未清，他的命……你们这帮贼寇，还有脸回来？ 终于有人肯为我开价了。不止，他们说你的项上人头，可换我五人荣华相伴，富贵缠身。我愧对义从兄弟，愧对相反。若是在平日里，这条命你们拿走便是。但今日，我已答应主公要保护上主平安。赵云这条命，暂时还不能交给你们。 伤脑筋，就为一个靠知悉范蠡为生的刘备。长山那七年，真把你给耗没了。少主，我们回家。 现在认输，我可念在旧情，尚能饶你一句全尸。你小子之前打起架来，话可没这么多。论才略不及曹操，论根基不及孙权，就这么一个窝囊庸碌的刘备。 为什么？回答我！
我曾以为这世间的干戈离乱，只要不去看，便看不见。所以我一直逃，逃出了青州，逃出了长山。 身和人，守护天下苍生那些大事，他会去做。跟着他，你可是自寻死路啊！生路也好，死路也罢，我赵子龙都会走下去。 因为这条路，我已经找了整整15年。这次，我不会再逃，我会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到底。 我已从你口中听见了我想要的答案，不打了。听起来，这好像是条漫漫长路啊。将军，介不介意多带几个兄弟一起同行啊？哈哈哈哈哈！哎，把这些都砍掉。 仲杰，没瞧出来你这么喜欢孩子，回头给你找个婆娘，自己生一个呗。哎，你看这是小脸，肥嘟嘟的，多可爱啊！妈呀，刚打架的时候还放水，别以为我没看见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放水了？仲杰，不是我说你啊，你光给孩子喂馒头，不干得慌呀？啊？对呀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叔叔给你喝酒。去去去去去。 干什么你？别把孩子打坏了，怕什么？你去去去去去！你什么？我喝点酒。你看我打死你的！来来来，我回来！别别别！还跑？傻子才不跑呢！哎呀，还是那么幼稚。大伙都没变，这不挺好的吗？那你呢？ 难道你不恨我，还是小凡？若不是他，恐怕你早就死了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告诉我。别瞎猜了，休息片刻就出发吧。高淼可在等着咱们呢。
翻过这山，便是当阳桥。过了当阳桥，你就安全了。亮的夏侯惇也想不到，我们会取远道下山。下山之后呢？各位有何打算？哎，我们骗了夏侯惇，估计这买卖是没法做了。年纪不小了，也该找个媳妇儿，回家卸甲归田喽。一个哪够啊？三妻四妾才是标配，你说是不是啊？对对对，胸无大志，我打算回颍川拜水镜先生为师，将来也要成为如卧龙凤雏一般的经纶济世之人。宗杰啊，不是我说你，别以为自己会些接手打油诗，你就真想上天了。大金叔是不是？什么绝句啊？懂不懂？别以为我们不知道，你会写什么打油诗啊？你啊！你干嘛？比试比试。将军，看来今日我们几个是插翅难飞了。那就杀，杀一个够本儿。杀两个，有赚。兄弟们，杀翻他们！多久没见了？好像有八年了。
今日虽是你我见的最后一面，但我可不想跟你叙旧。听闻赵将军枪法冠绝天下，尤胜当年，鄙人夏侯恩特来。再次领教。究竟是人是鬼？无痛无觉，便无所畏惧。即便沦为地狱修罗，我也要在这乱世烙下我夏侯恩的名字。叔父，青州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那个地方，赤地千里，了无生机。但回想起来，那似乎是我最怀念的一个地方。叔父，能不能带亮儿去看看那个地方？
所知。 在许都，
小方头，我告诉将军，要一直赢下去。一直赢下去，只有这样，他才能看到。